天哪！哎呀，鸽子，你遇见鸽子，你是1998年八月出生的鸽子，你怎么知道？哎，不是，你这是什么病啊？嘿，你交半心跟我有一样的痣，我也有。2040年，都穿越了。天哪，我怎么成这样了？我的大眼睛，我的少女肌都去哪儿了？嗨，结婚以后就这样了。哎，我老公回来了。哎，我老公是谁？你老公就是那个啊、哦、难道是易阳？不行，你不能这样去见我的男神啊！你都晒了一天了，脸都泛红了。看我的，哎呀，我都10多年没碰过护肤品了。看我的急救舒缓神器，什么呀？百雀羚的舒润冻干精华面膜，完全的无水无菌无氧，真正医药级的无菌冻干面膜，倒入纯净水才能激活。这里面有5滴积雪草和复活草，帮助肌肤舒缓修复，最适合我们这种敏感娇弱的肌肤了。嗨，都老夫老妻了，不需要这个。你错了，一个女人是否精致决定了她的婚后生活是否幸福。我来帮你敷。哇，真的太厉害了吧，脸上的干红真的消失了。老婆，老公，易阳回来了。易阳居然是个秃顶。